1400多处名句，现在保存完整的还有479处，这么多的名著这样保存这么好，可以看出当时的修建的质量，这个活计是非常细的，又说明当时的材料是比较雄厚的。所以当时这个修的时候呢，就把各地商人从四面八方的一些建筑的一些特点或长处呢，就集中在我们平遥。所以平遥这是北方名居还典型的能够将北方名居这个典型的文化内涵达成的这么一个大的名居博物馆。平遥的院落是典型的明清建筑，它们精雕细刻，严谨整饬，讲究平衡对称，张嘴的龙只有官宦门第才可以用，却出现在商贾之家，显示出主人非同寻常的财力和身份。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遥一位商人开办了一家特殊的商号，日升昌。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任何人只要把银子交到日升昌的柜上，换取一张汇票，凭着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把银子取出来。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日升昌是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此后共有51家票号在全国各地兴起，仅平遥就有22家。平遥商人不断积攒财富，逐渐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力。明代中期以来，经商平遥的商人大批的经营财宝涌回平遥以后，因为乱家，我们平遥的商人他是乱家，所以就回了拿回企业来以后呢，就修自己的宅院。他在宅院里就非常讲究，把各地的利益或各地的这个在建筑这方面的东西就融合于一体，所以呢，这个平遥的这个形成了平遥自己名字顾名居的它的这个自身的特色。平遥的宅院上方大都盖着一层铁丝网，他们用来防贼防盗，保护院子里的金银财宝。很显然，这些院落除了居住，它的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经营财富。屋子里的陈设保持着100多年前的样子，精明的平遥商人细细地盘算，尽量把自己的房子修得完美而坚固。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平民百姓，尽量展现富贵是所有平遥居民建房时共同的追求。平遥商贾云集，人多地少，因此这里的院落大都同时具备了商用和居住的功能。它的外表高大封闭，内部秀美端庄，并且大多是多进院，外面用来做生意，里面的小院是生活的场所。在这些灰砖灰瓦的建筑里，平遥人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经济神话，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完美古城的建筑奇迹。平遥所处的晋中地区还分布着一些气势雄伟的城堡式宅院，人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豪宅的奠基者都是走投无路的山西穷汉。正是那些穷苦的山西人，发了狠似的，在连人都养不活的乡村，修建起一片片富贵奢华的院落。青砖灰瓦的背后，隐藏着山西人无尽的辛酸，也饱含山西人对家的依恋。
一辈被山西人在账簿里细细盘算，终于把家变成夺人心魄的旷世豪宅。就是这些院落迎来中国古民居最后的辉煌。